这个再来谈无爱。这个哲学啊，是我很早我就写出来的，很早我就写出这个无爱哲学，这是人生佛的一种它本身的一个思想，人生的一个思想，也就是我的思想。我们今天呢，再举一个例子。在我们到这个印度啊，尼泊尔的时候啊，印度的上空有两架飞机啊，一架是要升起来，一架是要下降，两架，这个虚空那么大，但是就是冤家路窄，冤家就路窄啊，它会碰在一起。你说这个飞机呀、车子啊，在平地上一碰，大不了车坏了，人有时候好好的。飞机在空中一碰，人又掉下来，除了你有身上刚好有降落伞的装备，活着都是面目全非，都成了脆骨，全部都死光了。人家问我，怕不怕？我那时候我们也很紧张，我们在德里，刚好在新德里，从喀木回到这个德里的当中，我们这个莲林法师在上面看到报纸，吓了一跳，差点弹起来，就是在德里发生的，就是新德里，我们飞机刚好要飞回新德里，从喀木回新德里的中间，我们看到报纸，飞机相撞。哇，很多人很紧张的啊！那马来西亚的那个高尚师啊，他的家人已经在看报纸的时候就已经电话在查信了，从电话从马来西亚一直查到那个旅客的名单，很紧张。问你紧张不紧张？那时候我在飞机上，我们每个人都在飞机上。无外哲学是这样子的。人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意外，很多很多数不清。意外的发生都是突然的，你眼睛一眨已经发生了，像飞机相撞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你就是再大的炮啊，你都没有办法的。他飞机要相撞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对不对？那是飞机呀，跟驾驶人员的这个，这车的这个命运呐，你坐在里面，你跟着飞机的命运呐，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。像这种意外啊，在无爱哲学里面呢讲，也不要紧。像卢师尊来讲，学佛的人，自己已经有把握可以往生了，一眨眼就往生。太快了吧，太舒适了吧，都不要经过病苦，也不要经过怎么样，一眨眼就没有了，就往生了，太好了，good，no problem，it's okay，这个是最好的、最迅速的，可以讲痛苦啊，会痛苦吗？几秒钟罢了，几秒钟而已。一眨眼，像打一根针，就好了，结束。这个是好啊，这种意外，我认为啊，在我们无外哲学里面讲，活菩萨本尊啊，时时住顶，经常住在头顶上的。这个一刹那之间啊，意外一产生啊，马上摄受，马上往生。我无畏，不要紧。在我的想法来讲起来，我不会担惊受怕。有很多人坐一上来一登机啊，登机恐惧症啊，登机恐惧，一上飞机他就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看左右，看看他们那些人有没有很倒霉的脸，看所有乘客是不是跟自己一样倒霉。然后看了半天，哇，
好像还蛮有福气的，就安心的坐下。一看他每个脸色都青青的，我看一起做鬼了。这是登机恐惧症啊。像这种人啊，我曾经跟他讲，天天去坐飞机，你坐到最后你就不怕。你越怕的事情啊，你越去做，你就不会怕。有一个反制的方法，我就是说，这一种人有这种毛病的登机恐惧症，天天叫他坐飞机，坐到最后他就不怕了啊，像摇篮啊，不怕了，就无所谓。我们无外哲学是这样子讲的：意外的发生，迅速往生。我一上飞机，马上念佛，观想佛住顶，佛住顶，持咒，啊，表示这个佛跟我合一。既然佛跟我已经合一了，你已经做了这一个这样子的观想，这样子持咒了，已经坚固了，那你怕什么呢？走就走啊，命中注定啊，就走就走，无所谓。这个就是无碍，没有什么障碍的。也有人讲啊，哎呀，有人要害我啊，想办法啊，现在这世界上啊，害来害去了，多得很。有人讲说啊，有人要害卢师尊啊，啊，说不定卢师尊啊有牢狱之灾啊，啊，要把他搞进去。无碍，我们把那地方啊看成闭关房，闭关房。这个也是无碍的，这个也是无碍哲学。你只要有障碍的话，很多地方你不能去。今天你无碍了，任何地方都可以去。闭关，在一个小范围之内，你闭关，很好的修行，身口意清净啊，身体，因为你在牢狱里面呢、啊。你身体不可能去干坏事吧，主也不能出户吧，口业守口守意念，没有外面的形形色色来引诱你，刚好闭关。这个也是修行啊，你有这一种想法，无碍，没有什么障碍。这个无碍哲学啊，就是什么样子啊？让你观察的非常明白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让你的生活啊能够自主啊去任应，就是无碍。你学佛啊，学到境界很高了，你会达到无碍哲学这一种地步的，这一种地步。你得到无碍的这种境界，你就可以自主，可以任运的，可以自主，可以任运的，一切都是无所谓的，一切都是无碍的，一切都是任你行，怎么样子你走就是对的。但是你对于世间上的一切事物，你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那么你在你的行为上就是能够自主跟任应的，这个就是无碍哲学，这个就是你修行的一个成就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已经超越一般世俗了，完全超越了。大家好好的体会。Om Mani Padme Hum。